人死了，就分开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佛的时候也不是你的。啊，大家以为说哦，我是我，人家佛讲说，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他不是他，为什么？你以为你这个你能够自己控制吗？wrong，告诉你不能控制。我眼睛要看，年纪大了，你眼睛一看，哎，看不见，视茫茫，这华苍苍，齿摇摇，你的吗？你想要牙齿咬多硬的东西，你要牙齿也不一定是你的，它掉了就不是你的啦。弄了个假牙，眼睛也不是你的啦。你能够控制吗？你要看多远？近的你看不见啊，师尊啊，这报纸啊，这是报纸，报纸的字，师尊就看得到。一对情侣结伴旅行，当他俩乘坐的火车穿过漫长的隧道出来以后，男的讲：“如果早知道隧道这么长，我就给你一个吻。”那个女的就叫了起来：“天哪，那刚才吻我的不是你吗？”这是报纸哎，这个字这么小，师尊看得到啊。您戴眼镜的，你摘下眼镜看看，看得到吗？眼睛是你的吗？不是你的，耳朵也不是你的，嘴巴也不是你的，牙齿也不是你的。你说前几天师尊腰痛，那现在已经拿掉了。你叫腰不痛，它就会不痛吗？他还是痛啊，腰是我的啊，但是我可以命令他不痛。哪里让你命运？你的命令没有用的，腰也不是你的。年纪大了，先从脚坏起，你膝盖痛，既然是你的，你就叫他不痛啊。但是他还是偏偏痛啊！你就要去修理修理，Om 修理修理，Ma 修理，就是要修理修理的啦。你这个机器坏了，你不过是一个组合的东西而已呀！不要以为都是你的，这个就是。释迦牟尼佛讲的道理，一合理相分第三识。组合的东西一分散，什么都没了。地球也一样，地球只要一分散，地球就没了。三千大千世界，只要一分散，都没了。